上肇事车辆，我来报警。快，好好好，同志，同志。听到，我是河阳市常务副市长费兆吉，现在在东郊隧道北口有一起交通事故，你们赶紧派一辆车来救一下伤员，快，越快越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同志，同志，好，停车吧，啊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河阳日报社吗？啊，我是魏兆吉副市长的秘书赵旭达，我们现在在东郊隧道北口碰上了一起交通逃逸事件，魏市长现在正在抢救被撞人，被撞人伤势很严重，我希望你们啊来做一个跟踪报道。怎么回事？抢救伤员要紧，情况等医院再说。跟我走，快走，快！三哥，戏演完了，走吧。走。哎，你好，魏师。啊。听说刚才出了一场车祸，你能不能把刚才的车祸的情况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？是这样，晚上10点半，我们从环海路由西向东走，在大雨当中。开始吧。好。魏市长您好，我是河阳日报社记者朱子强。啊，好，你好。非常抱歉，在您刚县过去的时候打扰您。没事。不知您是否可以接受我们的独家采访？哎呀，我做的这个事儿，所有有责任心的公民都会这样做的，算不得什么新闻。独家采访您。魏市长，我们可是一听到消息就冒雨赶来的。咱们这算什么？魏市长冒雨救人，刚才献了血，这才是整个河阳市明天最大的新闻呢。哎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。啊，不会吧，魏市长。不不不，我肯定见过你。我猜您啊，一定是看过他们艺术学校的汇报演出。对对对对，电视转播。你是不是那个荷花舞的领舞？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魏市长的记性真好。啊，不是我的记性好，是我对印象深的东西记性好。哎呀，你的舞跳得真好，我印象特别深。谢谢。魏市长，那您看我们的采访啊。啊好，你想问什么，咱们谈吧。你想一想，大雨当中你看到一个被汽车撞了的骑自行车人，每一个市民都会管。高院长，高处长，我一直在这等你。怎么还不赶快安排高干病房，让魏市长去休息啊？好，我马上去。尽快啊。当时我也很紧张，我怕这个人万一要是出什么事儿。这种事情，我希望在我们河阳市。哎呀，市长，您刚刚献完血，怎么这么不注意身体啊？还跟一帮不相干人闲聊。哦，这是河阳日报的记者，他正在对今天晚上的事件进行采访。市长，明天一大早啊，您就要参加人大的选举，您的身体比他们新闻重要吧？好，您赶快去休息，你们啊，不要再打扰市长了。肇事车辆追上了吗？没有，我刚才追了10几公里，他跑得太快了。公安局林副局长打电话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集中警力，限期破案。这种事，我不允许在我们河阳市发生第二起。好，我马上打电话。嗯。哎，还有，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了，周大姐不在家。啊，你不用找她了，我知道她去哪儿了。市长，不能够接受采访，不能接受采访。
听我说两句。各位记者，你们冒雨前来的确是非常的辛苦，可是市长呢刚刚为伤员们献完血，明天一早啊还得参加市人大的选举，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体谅。我们急于想知道市长的身体情况。可是全市人民有权利知道魏市长献血又救人的事啊。你们明天来吧，我们明天就赶不上早新闻了。那你们倒是说说看，是市长的身体重要还是你们新闻重要？当然是市长的身体重要，那重要，代表市长知道他的身体。哎呀，我也是刚刚赶到这儿，一切都不太了解，无可奉告，非常抱歉。郭市长，您就跟我们说两句，我们也需要掌握第一手情况。刚才我和魏市长在一起，很多情况呢，详细情况您了解是吧？来，咱们这边说，来。现在魏市长现在怎么样了？魏市长身体已经基本上稳定了，在休息。那事情发展的这个经过给我们讲一下好吗？是这样，刚才我和魏市长我们两个人开车在路上。过来陪我说说话。魏市长啊，叶书记和齐书记来医院了，他们一会儿就到。宝玲，嗯，你先去忙吧。市长在高干病房。哦，不着急，等一下，叶书记马上就到。好。什么事儿？你们是哪儿的？我们是市委的。是来看市长的吗？对。这里不知什么人给市长送了一个花圈。谢谢啊。不用客气。书记。啊。刚才护士小姐说。不知道是谁送了一个花圈。嗯，你赶快找个地方把它处理掉。好。老七。哦，我先来了。哎，那个魏市长在高干病房。行。好，那咱们走吧。好的，好。齐书记，哎，魏市长，叶书记和齐书记来看您来了。老魏，呀，叶书记，哎呀，齐书记，你这件事情啊做得太好了，给我们河阳市的干部啊带了个好头，做了个好榜样。我代表市委，代表全市人民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叶书记，其实这件事搁在哪个党员干部身上，他们都会这么做的，只不过是我赶上了。哎，您看，您刚来，我没有去欢迎您，反倒让您到病床前面来看我，真不好意思。嗨，你救了人又献了血，还说不好意思？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。今天来呢，一是表示慰问。这束小花不成敬意。哦，可不敢这么说，叶书记，您这束小花可比外边所有的东西分量都重啊。来，徐达，赶紧。
魏市长，哎，咱们彼此熟悉熟悉，今后啊要在一起搭班子工作了。我初来乍到，还请老齐和您多多帮忙，多多指点呢。啊，其实主要是老齐，齐书记是老河阳了，他有经验。我呢，如果这次选上了，就给您当当马前卒，卖卖力气；如果选不上呢，我就告老还乡了。魏市长真会开玩笑，该告老还乡的是我，而不是你。你这么年轻，前途无量。好好准备吧，参加今天下午的选举。哈，谢谢齐书记。不管今天下午选举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在叶书记领导下努力工作，争取为河阳市人民多做好事，多做实事。那咱们以后再一起好好干。好好，你先休息，吃过午饭呢，先睡个午觉，下午好有精神参加选举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先这样。哎，我们先走。哎哎，你好好休息。那小赵，来送一下二位书记。好，好，好，叶书记。谁来电话那么神神秘秘？谁呀？二掌柜呗。他说什么呀？哎，说那事儿办得很漂亮，老板现在正高兴呢。他可别光顾着高兴，哎，别忘了，别忘了咱哥们的功劳。看你说的，一切都在今天下午见分晓。这有了锅里的，还能少了你的碗里的？哎，老冲，万一这下午的戏演砸了，出了意外，那咱哥们不是白忙活吗？说什么呢？根本就不会有你说的那种万一。哼，要说这事儿啊，就好比是裤裆掏巧子，手拿把钻。你就那么有把握呀？那是。喂，啊，我长明啊。哎哦，二掌柜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有什么指示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事情出点岔子，戏可能要演砸。我听说有人给魏市长的病房送了一个小花圈，我已经让林念心派人去查了。你也调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昨天晚上有什么疏漏的地方。好，好，行，我马上让二勇去查。哎，好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你说说，有人给老板的病房送了一花圈。什么？哎，这他妈谁干的？要知道谁干的，不就好了吗？还用着让你去查？我说，你赶紧回去，带上那帮弟兄们去好好查一查。行。怎么回事？曹老板。我们在这里反复的勘察过了，看不出有什么破绽。当天我们在这里踩点的时候也看了，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他妈到底是谁捣的鬼呢？啊？哼！难道我们内部有内奸不成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一定要查，啊，没完，回去好好给我查。是。走吧。